像刚刚县长指示的，防疫如同作战，所以战况随时会有改变。那今天先容许我们，承办单位先跟各位报告一下最新的状况。目前整个的新冠肺炎、武汉肺炎，目前全球确定病例数已经达到81000多位，死亡率呢大概3.4%，稍微提高一点。当然这里面还有些数据要继续去了解的。那下一张，那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呢，绝大现在其他国家已经39个国家已经都已经有了。其实最严重的最近爆出来的是南韩，南韩目前已经到今天为止1200多个确诊案例，所以我们也已经将它列为所谓的第三级旅游警示地区。那当然，钻石公主号的案例，虽然钻石公主号的客人那个已经开始下船了，但下船以后还持续有发现有发烧跟确诊个案，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蛮严重。目前钻石公主号造成700多个人感染，第三名最近窜出来就是意大利。意大利其实一下子几天之内，从几个个案变成了300多个个案，而且他们意大利北部也有11个城市也接近封城的状况，目前状况也还是不明。日本目前为止在189个，伊朗最近四川就139个，但死亡率相对相当高。新加坡也快到93个，那香港91个，美国57个，泰国40个。我们台湾到目前为止还是维持大概3多，每天大概过一个，大概到目前为止32个。当然有几个新的国家，从以意大利为周围，包括了希腊、西班牙，这些地方，地中海地区也开始有蔓延现象。美国今天早报告是52个确诊个案，但是他只做了400多个检验，就只有50几个，所以情况是蛮危险的。请看下一张。当然，病源的本身是中国大陆。这条线呢是显示深颜色是湖北省新增加的个案，黄色是其他省份。可以看到2月12号他们改变诊断定义以后，一天增加15000个个案。之后呢很奇怪，2月19号他们又更改一次诊断定义，把之前临床诊断阴性阳性的纳入的就把拿出去了，所以个案一下掉下来了。所以这个数字实在是有点怪怪，但不管怎么样，中国大陆以这一些就算每次更改疫情定义以后，它的数量并没有明显下降，显示中国大陆其实目前为止还在一个发展期，我们认为还没有获得完全的控制。请看下一张。 OK， 中国大陆当湖北省最严重，其次的几个省最严重是广东、河南、浙江。当然这几个省份呢目前都被我们列入所谓的一级疫区，来的回来的人其实我们都已经第一点不准那边的入境人是本来不能进来，我们的人回来是要居家隔离的。请看下一张。目前中国大陆有到昨天为止是78000多个个案，所有的省市都出现病例，其他地方有3000多个个案，有39个国家都被影响，我认为这个数字还会持续扩张。请看下一张。当然在国内目前为止主要是到昨天为止有32个个案，但是这里面事实上从第19个个案以后，大概第19、第24以及第27都分别串出他周围有一些人被影响到，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很努力的在扩大我们的筛检对象，希望及早能够发现。请看，各位可以看到这对，请看下一张，就这张。这段时间我们也很仔细的监测类流感，因为我们认为在我们在2月20号之前有接触史的，我们才会认为可能是武汉肺炎，没有接触史的可能性不高，但是这些症状是同样都是流感的症状，所以我们认为他会去看一般的流感门诊，所以我们也有很仔细的监测全国类流感门急诊就诊人次跟宜兰县的就诊人次，可以看到过完年以后其实数字都往下掉。当然有人是说因为大家不敢去医院，但是不管怎么样，到目前为止从这个数据显示，我们在社区还没有看到明显的会造成一个社区感染严重传播的现象。到目前为止，这个数据显示，目前没有办法看得出来。好，起码目前为止，大家情况还算是属于一个稳定状态。请看下一张。当然，疫情时刻表从12月开始就不断有新的，其实每天几乎都有变化。我们请看下一张。好，然后请看下一张。我们用最近的好了，我们2月10号开始，2月16号。对，请看下一张。